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我的上院第五第二。今天呢是认真生存的第八集吧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找村庄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来找村庄。那我们先拿一个床。那上一集的就是私底下嘞，我砍了一些树，还有一些东西。对，那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我还有去钓鱼，是的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今天要去找村庄呢？之前不是说要来装饰钓鱼小屋吗？就是因为我私底下已经装饰好了，对，那就已经装饰好了，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过来了，对，我就是装饰这样，感觉是还 OK 啦，对，就像这样。然后呢，上面那个是世界最高的喷水池，对，好，就这样，很简单的一个小装饰。那我们就去找村庄吧。那我先记一下我们家的坐标位置，哪个比较好记的？180320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，180320。180320，好寂寞的啊，嘿，180320，哦，有南瓜哎、欸，等等，我写下来好了，180320 ，OK， 我写好了，有南瓜，我们可以用这南瓜做雪人，哦。人，我们可以用来做雪人。嘿，好，收集完南瓜了，我们继续朝那边捡圈圈吧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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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，那边吧。村庄会在哪里呀、啊？那我们这集有点类似像跑图，对，所以应该会比较卡，会卡卡的，那这种丛林好像我记得啦，里面会有鹦鹉对吧？是吗？我记得是这样，还是另一种丛林？你看，想想跑图就会这样。你们知道吗？按 F3 加 A， 就先 F3， 然后 F3 不要放掉，按 A， 这样就会重新载入区块。小知识，这是别人教我的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别人啊，就是蓝渊教我的。嗨，这是。这种地方会有村庄吗？哎，我没有吃掉，好一戏 ，yes， 呢 ，yes， 噶，太寂寞大了。我是树叶的穿梭者，油桶。神奇的树，弄一下吧。黑橡木树苗，它是黑橡木树苗啊，哇哇，它
它是黑小木鼠喵，啦啦啦，嘿嘿，小猪，照烧猪排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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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照烧猪排，照烧猪排，照烧猪排，大米，终于找到了岩浆哎，可惜我没带撰稿，真可惜。那我可以来这里挖。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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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觉得开心，找到岩浆，嘿嘿嘿，好开心。嘿嘿嘿，好开心！我们记一下这里的坐标，78750200，就是27750。OK OK， 写完了，走吧。走，那里又有岩浆哎，不错不错，不错的感觉，终于找到岩浆了。那个栏杆有预定好，所以我要去地狱的时候找它，当我们让来宾，水就不用你了。嘿，岩浆，嘿，我要，我要，有了。OK， 水水对不起喽，没有嘛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，哎，那有了黑曜石，我们下一集就可以去那个哎，可以做附魔台了，开心开心开心，嘿，开门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好多雪啊！我们带几个回家吧。好。我想想，这个怎么样？我们要雪啊！带几个。啊，对了，你们知道无限雪球制造机吗？16就是一组了，好吧？你猜，无限雪球制造机是一个会让你有无限雪球，废话，一个会让你有无限雪球的东西。那之后我也可以做出来，不错吧？12、16。1 8 9 1 1 2 1 3，你滑不啦？嘿嘿，你知不知道？西瓜会说，太寂寞的了。西瓜会说，太寂寞的了。真真，太寂寞的了。西瓜真的会输，太寂寞的了，太寂寞的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掉南瓜了，嘿，南瓜爵士，南瓜爵士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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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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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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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嘿嘿，这里有一个南瓜，那里有一个南瓜，这里也有一个南瓜。啊，对了，我们的 MV 大概是，
七月底吧，或七月十几号会出来，还不确定。师弟，那更准确的时间我会再公布。OK， 知道吗 ？Alright， 阿吉莫达啦，拜拜拜。西瓜巴拉，西瓜巴拉哦，西瓜巴拉哦。好吧，没出到草。村庄真的很好找吗？我都走了，快要瘫倒在地上，然后一直叫孩子摸打。